葱碗中放盐鸡精，一勺陈醋，生抽、老抽少许，搅拌均匀备用。水开下面，加入豆芽和菜叶。煮好的面条，咱们给它放入碗中，再来点煮好的豆芽，再来点青菜，来点黄瓜丝儿、葱花，来点蒜末、白芝麻，再来点辣椒粉，热油炸香。我先捞一口。